国际品会主席罗友伦夫人一行，今天下午两点钟到台大医院捐赠十万块钱的一千中华民国心脏病儿童基金会，并由基金会董事长魏长亮代表接受。虽然心脏病儿童基金会今年一月开始先后为九名儿童执行开心矫正手术，八名获得成功，其中六名已经出院，另外两名仍然住在台大医院，情况良好。罗友伦夫人一行在捐赠仪式以后，并且到病房看望两名完成心脏手术正在调养的